我只要一看到好吃的，就想第一时间做给他试试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熟骨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不管看到好吃的还是好玩的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。下入鸡翅，煎至两面焦黄，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这个酱料是照烧汁的味道。最后撒上点芝麻、葱花，一口一个都不用吐骨头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